啊，又引起了一阵尖叫。今天的群众也相当的有型。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的委员，意大利著名的女演员和制片人玛利亚·加西亚，古奇娜塔女士，来自香港的著名的影视演员甄子丹先生，以及中国著名的影视演员范冰冰小姐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good evening. I'm Donnie Yen. 大家好，大家今天晚上好，我是甄子丹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冰冰。Buonasera, I'm Maria Grazia Cucinotta. 今天我特别的高兴，不是因为我两位有两位美女可以陪我颁这个那么隆重的奖，是因为我今天好像中国版的 James Bond。有确实的帮女郎，也有我们中国的帮冰冰帮女郎，所以我非常的荣幸。其实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颁到这个男演员最佳男演员的奖项，也看到很多的好朋友，非常的高兴。子丹大哥，那个我想问问，就是说你觉得中国的功夫跟外国的功夫片有什么不一样？怎么不一样？对，那我觉得如果是你跟 James Bond 比，你看看你们两个人谁能打得过谁。还没比过，那有机会你说了，你因为大家都合作过快电影。我觉得其实每个地方的都不一样，比如说国外的动作片它可能会特技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完美漂亮，但是我们中国的功夫真的是一对一的实打，因为我刚刚跟子丹大哥拍过导火线，所以我觉得在现场看到我都会每天有惊吓，非常棒。冰冰，是不是成龙大哥已经走了你才这样说？他已经不在了，他在后面候场。okay. 那现在我们不啰嗦了，请我们的Miss Guginata， 我们的非常漂亮的评委来公布我们的最佳男演员，谢谢。And the winner is for the best actor, Juan José Ballesta, for the actor from Dogheads, Spain. 最佳男演员获得者胡安·何塞·巴列斯塔，《疯狂的萨姆埃尔》，西班牙。那很遗憾，由于我们的男主角在片场拍片，所以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现场领奖。带领奖的是该片的导演神阿莫艾多先生 ，Mr. Santiago Amodio。获奖评语是：茫然的青春促使他做一个纯粹的人。The youth at a loss made him a pure person. 好，恭喜我们的男演员，当然。